喂，Hello，阿卡桑德斯。今天呢，终于等到好天气了，哇，终于啊！那咱们那么今天的这个里程呢，就184.6公里啦。然后平均油耗31.4，好，那总里程是哇，刚好3001.9，然后总平均的油耗呢是32.2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OK，拜拜。